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突破自己吧，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就是北美杯和欧洲杯是冠军，是吧？现在我还可以洲际杯、世界杯，甚至世锦赛，包括奥运会，我都没拿过冠军，我都可以去冲击冠军，完成我的突破。所以肯定至少还要4年。至少4年，甚至8年、12年，就是我想一直练下去。因为其实我感觉体育，是一种生活，这种生活其实是蛮享受的。